今天是我们一个大好的日子，正是启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一部经，在20多年前，大概是27年前，我在台湾讲过一遍，讲了一半，没讲完。当年讲这部经，实在说呢，是讲清凉大师的素抄。这四隔27个年头，今天再讲这部经，境界不相同，其如不一样。可以说呢，到这个时候，我们对华严才真正的有一些体会。为什么要讲这部经？有许多同修向我提出这个疑问，那么讲无量寿经不是很好吗？一门深入，常识熏心，将来决定得生净土。这是正确的。可是这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就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，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当中第二品一开端就看到经文上说，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贤供是全部的，没有一个例外的，都是修学普贤大士之德。普贤大士之德是什么呢？那么诸位一定会答复，这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。这个答复没错，但是并不完整。十大愿望是华严的纲领，华严就是全部的十大愿望的展开，十大愿望的落实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西方极乐世界无论是已经升到极乐世界的，还是当生或者是来生，那这个现在生呢，跟这个当来往生，都必须
学习华严，才符合行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，这个教义。我这样讲法，恐怕大众啊，还是难于体会。那么再说的明白一点，学华严就是教我们过极乐世界的生活，这个大家就好懂。我们现在还没到极乐世界去，先学着过极乐世界的生活，能够这样修学，不但往生决定有把握，而且也决定提高自己往生的品位。也提前了不退成佛的时间。如果像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所说的，下品往生的人需要在极乐世界12劫才能花开见佛，如果能够学习华严，学习普贤行，恐怕那个12劫就变成12天了，就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功效。由此可知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对于一个修学的人是多么的重要。但是，这部经的分量太大，如果不能够习入普贤境界，不但不能说，连领会都相当艰难。何况经的分量啊这么大，现代众生的耐心比起过去的人差得太远了，所以在末法现代这个时代，能有机缘我们共同在一起研习这部大经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稀有。正如同开经偈里面所说的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这句话我们今天念起来感触就特别的深，自己也感到特别的庆幸。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无量无边的这个时间与空间，我们怎么会遭遇到？实在是稀有的因缘。所以我们每一位同修都应当要珍惜，大家共同努力来研究，将华严的教义理论方法境界都落实在我们自己生活之中，我们现前就过极乐世界的生活了。过极乐世界的生活，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物质环境改变了，
我们这个世界也是金色世界了，我们居住的环境也是七宝宫殿了，是不是这样的呢？给诸位说，在理上是这样的，在事上不是这样的。所以华严讲五洲因果啊，理上讲是平等因果，是这样的，没错。事上讲呢，各个人无量劫来烦恼习气还没有消除干净，不是金色世界没现前呢，而是我们有烦恼所致，把它障住了，将清净的世界转变成误会的世界，这个就是差别里面有平等，平等里面有差别。虽有差别，而我们的受用就是感受，我们生活的快乐跟极乐世界净土的菩萨们确实没有两样，同一样的感受，这是真实的，这个不是虚妄的。我们从这个里面学习，从这个里面提升自己的境界，然后才能够得到真实幸福美满的一生。这一生是永恒的，不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你依旧没有脱离生死轮回，永恒就超越了，永恒就是无量寿了。那么这个经虽然在新加坡讲，实际上在这个地球上50多亿的众生人人都得利益了，人人都能够听到这个法音，我们借这个电脑的网络、卫星的传播，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够收听。所以确确实实是稀有的因缘。那么我们要怎样来修学呢？古来的祖师大德依据世尊在经典里面的开示，明白指点给我们，要大心凡夫。他不说大心菩萨，说大心凡夫，说菩萨我们未必有份，说凡夫我们有份，我们是凡夫。关键的所在就是在我们今天有没有发大心。什么样的心才算是大心？实在讲，大心就是大菩提心。
菩提心要从哪里发起？要从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我们念念都有这五种心，这个五心遍满虚空法界，这就是真正的菩提心。起心动念，不为自己，为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得真实的利益。我们的意念、言语、行为，点点滴滴都与这个心相应，这就是大心凡夫。这种大心凡夫，正是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所说的行超普贤。这一句话不是赞叹的话了，是世尊为我们说出事实的真相。因为这个大心跟诸佛如来果地上所证的无二无别，我们跟诸佛如来果地上的差别，他们的烦恼障、所知障断尽，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断尽。而我们心量虽然相同，认知相同，但是我们今天妄想分别执着没断尽，断尽了就称之为如来啊，没断尽称为凡夫啊。如来是大心呢，这个凡夫也是大心。从大心上来说，佛跟凡夫没有差别，只是在断烦恼上有差别。所以这样的人，正是大华严的当机者。我们一定要发这个心，现在这个世间很乱，诸位都很清楚啊。局势的混乱，一个发大心的人，他乱我不乱，他动我不动，我们才能够把这一部经学好。这个世间无论是什么人，他以虚伪对我，我以真诚对他，善导大师所说，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，这就对了。以至诚、恭敬、慈悲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
法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要记住世尊在经论里面宝贵的教诲，世间的圣人也叫我们谦虚，叫我们学敬。礼记第一句话就是无不敬，对人对事对物，从哪里学习？从恭敬学习。普贤誓愿第一愿，礼敬祝福。我们今天最大的毛病就是功高我慢，这个恭敬心生不起来啊。这个心生不起来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不但是华严你没有份呐，大乘你也没份，乃至于小乘你也没份，你跟佛法就绝了缘了。无论你怎么样勤苦的修学，到最后那就是像过去李炳老所说的，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该怎么轮回你还要受轮回。实在说你连个欲界都不能超越，那么这个一生的修学就空过了吧。你要问什么原因呢？恭敬心没有，好像盖这个房子一样，礼敬祝福是第一层的，第一层没有，那上面当然是没有吧，这一定的道理。所以我们要学，从哪里学习呢？从礼敬学习，善人善事我们要敬，恶人恶事也要恭敬，决定没有差别。这是佛教给我们的，称赞上有差别，礼敬的心礼敬的行没有两样。佛菩萨足是大德，只能教我们，不能勉强我们，只能将这个道理给我们说明白。他提供我们他自己修学正果的经验给我们做参考，我们自己要会学习啊。正如同经上所说的，佛菩萨对我们只能做到开示，不如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情。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悟，怎么样才能够如，还是刚才这句话，沉浸果然，你里面有尘，表现在外面，自自然然就是净。里面不尘，表现在外面呢，做的那个样子做得再好，人家一看，假的，不是真的，那是装模造作的。不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，明眼人一看就看穿了。
还是从沉静做起啊，一切恭敬啊，没有等差啊，我们这样才能够入佛门，这样才能够其如华严境界啊，才能够过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的生活。无论我们今天过的是什么日子，从事哪一个行业、某一种工作，内心里面清净快乐，跟极乐世界诸上善人确实没有差别。这是现前得到的利益，完全符合无量寿经的三个真实。开化闲事真实之际，这一句话我们可以做到啊。你要问开化闲事真实之际是什么意思，就是你做出来给这个世间一切众生给他看了，给他做表率，给他做模范啊，把真实做出来给人看。自己住真实慧，这是自受用啊，这是极乐啊，慧于真实之力，这是度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啊。你怎样慧于真实之力呢？就是你做给他看，他看到了，他听到了，他体会到了，他感动了，能够改过自新，能够向你学习，向佛学习，向经典学习，这就是真实的利益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开讲第一天，希望同学们要真正发心，要能体会大经的深意，对我们的利益实在讲是无限的。好，今天这个时间到了。